哎呀妈，呛死我了！我跟你说，就是我不为了让你们看看，我都不那什么都，我可不整，呛死了，给厨房。瞅这黄，焦黄焦黄的。你就说现在整饭早，我看估计好了都得10点多，11点来钟能吃饭了不得了。你这排骨它不得炖呐，不得炖那个半个小时啊。哎，今天手机不热吗？今天的电怎么还没没呢？谢谢娜娜。欢迎186，感谢谢谢关注。真好吃，真香。小妞不爱啃螃蟹，小妞爱吃肉，但是我喜欢啃螃蟹。还看吗？看那个开锅那个成品吗？谢谢186。这个电扣梁子打的都要啥用呢？你错裂，行业的错裂。欢迎嘎嘎的小黑卡。敷点那个止疼药，然后呢，你得今天是多行，今儿多热，明儿再往上继续热，就得锻炼，把这个它是粘连的肌肉撑开了。放好了。就也得锻炼，疼也得动啊。想往开市，让我靠边，那我就直接吃呗。那我还等小妞啊。他不爱吃螃蟹，不爱吃。还有苞米，昨天买的苞米可甜的了。那你再递我个螃蟹吧，我成饿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就是饿的揪心连命的。但是他绑着才呢。啊，是，你说给啥？你要啥还得锻炼。那绑着这家就是说是。看着。都是这家，这家的丫还行，家的丫是吧？欢迎霸气。